我妹，你来的刚好，你看看这个锅头歪了，伙同这里出来了，你看看买两个给我们用，要多大的？要45宽的，加厚的这种。行。对对对。不是没有好锅，怎么能炒得了好？对了，要好锅的炒出了好的蛋品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上次你给我家里面拿那个锅蛮好用的，你再给我拿两个铁锅双耳的，给店里面用。这46的，这个是还是防滑底的上面。那我就拿这两个回去就行了。对对对对，厨师长特别强调要铁锅，是吧？这种是生铁锅的，非常适合爆炒的。所以我就来找你了。到时候你看一下，帮我卖一下锅呗。卖锅啊？你们要锅吗？陆川铁锅正宗的。那我走了，十九叔。行，你过来卖呗，你看一下，到时候我多送一点东西给你们粉丝就行了。可以，我看他们的反馈，多人要我就过来了。行。强哥，你要的铁锅我拿回来了。辛苦了吗，本孔妹吗？不辛苦。我的锅够厚哦，够重哦。是不是陆川铁锅的这种？你又知道是陆川铁锅，我为了这个锅跑了100多个公里来回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是啊，这个好不好啊？这个我打算买一个了，我前几天想着买一个，是不是那个陆川铁锅啊？是啊，我从厂里面拿回来的。对，知不知道那个粘不粘锅？这样，强哥开锅，我煎个豆腐给阿姨看看粘不粘。可以可以，好。这锅盖你是外的吗？是吗？啊，我插的。啊，苹果妹，我洗干净了，让蓝鲸给他们看。阿姨，你看不粘的，粘不粘？我就想要一个，试一下看看我自己煎的豆腐好不好吃。我这种水准煎都不粘锅。这个锅呢，确实小锅，但是不适合酒店用。为什么？这个锅太甜了，家庭用是蛮好的。不是，要那就卖给我了，我就要这个了，反正你已经试过了的。我真的不粘锅的哦，蛮亮的，我也想要一个。我也想要一个哦。你们不要急，到时候我下场，你一人拿一个回来给你们。你不是说送一个给我吗？给我卖小平宜的。那你改天买一个给我，得吗？得。我也要。人更漂亮。还是强哥会想办。对，人更漂亮。那你到时候自己去重新买两个吧，店里面用的那个锅。可以可以，我重新买两个。这两个不合适用。嗯嗯，行行行。